大家好，我是强子。这段时间我不是跟我爸一块儿，然后帮着去卖菜嘛。他拿的多的时候，我帮着去卖；拿的少的时候，他自己去卖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处理呢，我们菜地里的菜，目前来说能卖的基本上大部分都卖完了。我是说大部分啊。目前呢，这几天我们也陆陆续续把新的菜也给种上了，好接这个菜的茬儿。因为这个地呢是不能荒着的，因为今年夏天的时候嘛，这个菜地淹的比较严重，导致呢我们家的菜损失还挺严重的。不过这段时间通过卖菜，我们陆陆续续呢也挽回了一点损失。后续等地里的新菜长出来的话，到时候如果有这个怎么说呢，有这个产量过剩的话，我们还会拿去饭钱。本身我爸这段时间也喜欢上了卖菜，觉得卖菜的时候呢还能够打发打发时间。也能够跟别人去唠唠嗑，虽然也有一些朋友说我爸就是不适合买菜，不太会说话，然后呢，整个人也不活络，但是呢，并不影响他把这个菜卖出去。经过我这段时间给他的铺垫哈，因为我们买的都是那种半买半送的性质，很多人呢都等着我们出摊，出摊的时候他们直接过来买，也算积累了一批老用户吧。我觉得给我爸做一点这样的积累，也方便他后续卖菜的时候能很快的把这个菜给销掉。这边我爸闲不住，有人找他去帮忙，然后呢给人家去帮两天忙。橘子和我妈呢，我们今天上午在地里呢，去刨了一点花生。你敢带点花生漂亮不？不漂亮，水淹了。你看这没溜溜，办法，今年这盐的现在有几个枝了？咱种的时候，那你知道人家那成亩种的盐，那一亩都没几个枝，腌完了。那你没办法。今年那花生比较小，刚才俺妈说的，说的明年像咱把它可以多种点，还准备卖那个生花生。生花生5块钱你那个的。花生不好卖，那个老叶子是吧？有时候你碰见行情了，你卖出去；碰不见行情，一上午也卖不出一斤的。你说的那个一，卖的这花生好。也卖都亏哟、哦，是的，人家都是那，你说现在年轻人，人家都要这嫩花生，嫩花生做呀，都是，给菜是吃，干泡的，咱种着，咱的拿回家的，都咱自己吃，咱种的咱自己吃。今天上午呢，我跟橘子还有我妈，我们就刨了这一小片儿，这一小片呢，刚才已经运回家一批了，目前呢还有一点儿，我们得把它给剪干净，得把它给捋下来，捋下来之后呢，回家慢慢的给它晾上。如果不晾上的话，像这种嫩的，洗干净之后去吃，是非常非常好吃的，又嫩又鲜。煮煮还甜，这不是这个都种上那个萝卜白菜了吗？这里我种的有萝卜有白菜，那里我种的有红心梨、红皮梨。种啊，俺爸说他喜欢上。买菜买上瘾了。卖他想卖的话，到时候那个天暖和了，天冷了不卖，天暖和了不结冰了，然后可以卖那个萝卜白菜。但每年咱种的萝卜白菜，除了给咱亲。咱都给亲戚吃嘞，现在咱吃不完，啥还吃不完？今年我跟你说，花生也腌了，你也吃不完。我那地那大白地我也种一排的。都说的咱大伯光吃菜。今年虽然种了我大伯的地，但是整个上半年的收成是非常悲观的，没有弄好，就希望这下半年能够把这个本儿给捞回来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先种芝麻，谁说那个芝麻它怕盐，芝麻主要是今年下水。主要是咱大边那块地它洼。它地太洼了。咱这边虽然也淹了，但是也保留一小部分，你好歹有菜吃。他那地里菜全部死完。你看咱下的那花生都不结，那上面都没有几个枝。哪有枝嘞？哎，都是够咱小妞他俩吃的。我妈说给我看一下那个她种的都什么菜，顺便也带大家看一下我妈她种的哪种品种。这边领着朋友们看一下我们后续都种了什么菜，因为夏天的菜算是换茬了，已经罢园了。是的。这是地里新种的菜。这是我种的白菜。有朋友能认出来吗？这是大白菜，这是大白菜啊！到时候就是一颗一颗，一颗能长个，前面都是一个一大颗一大颗的，最大能长个20斤那种。这是还没出来的，这是他人家邻居的兔子，跑的他给我吃来，吃来又种，吃来我又补的，又补的，这都是白菜啊，这都是白菜，这边都是白菜。妈，咱今天种的白菜多啊！这是青萝卜。看出来了，大家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们能看出来吗？看这白菜的，就是这苗是这样的，然后这边是萝卜，看萝卜它的叶儿要比较细长，色拉拉的，能看出来。这边这两趟呢，
刚才种的是大白菜，还有那个青萝卜。萝卜嗯，这个是白萝卜，这两个、嗯。这是白萝卜。哦、白萝卜和那个青萝卜，它们长得挺像的。它的一点不一样，你看看。长成之后，到时候就跟手臂一样长了，跟手臂一样长。塞拉拉的，这是白萝卜。前两天给它打打苗。让我妈给朋友们说一下，就是平时弄完之后还打不打药，或者说平时怎么维护的，像这些萝卜白菜啥的。他这今年不是那个出竹子多吗，讲开始出来了不是、我给他弄的那那把给他弄的生的拌的药撒着一圈撒着一圈，这个出竹子啊马扎啊这都不吃嘞。就相当于是我们在种这个菜之初就给他上一次药，再往后就不上了，因为大了都不能上药。不是上那个，是上地上的药，不是上这个，不是上面上的药。对对对，放在那个地上，防止那个虫子，都该一圈饺子里。一圈半的身子，就相当于是给这个地上点药，但这个菜上是不撒药的啊。它都过不来了。因为这个菜本身在种的时候，人家种子公司已经在种子上抹的有药了，防止那个虫它去咬这个种子根儿。就是现在我妈刚才说的这些药都是在这个地，一圈，对，都在地上铺的药。这是为了维护，维护它不让它进来。但是这个现在这个种子它就是种的时候比较稠，这些这个到时候还得踢一下啊，比较稠。这种嫩苗可以直接炒菜吃。现在不踢，再长一长，然后这个嫩苗拔掉之后可以做当菜叶子吃。你看这种，比如说这个中间这一颗就可以给它拔掉了，然后长着两个。你看这还有这个还有几天，还有边上这个4公分一个，4公分一个是吧？这样的话，这个萝卜到时候长得比较大。现在先不弄，现在就是说先让它长，然后到时候再给它拔一拔，然后拔下来这个菜到时候也可以吃。对，这个萝卜也能可好吃。好吃。就咱那地方，大边那地方，是吧？你看这红萝卜，处理真是，这是天下雨都处理都不好。处理不是多好。现在目前就是其他的菜都拔完了，目前地里留下的还有这些小葱。你别提这个小葱了。这是小葱啊。下这是那个大葱。下雨下的我爹的，要不是长好高的，他管一下我闷顶了。闷顶以后，最后又给他买点葱啊，那又补。这些小葱平时今年夏天腌了好几轮，腌完之后我妈再摘，腌完之后再摘。腌了我给他补补油。现在这是。补完之后的结果就是自己挽救的结果，如果不挽救的话，基本上这些葱我们也不一定能吃到嘴里。反正这往后没打鱼了，这不碍事了。这葱的话已经种了1、2、3、4排，基本上可以吃到过年。过年的时候不用买葱了。这就是葱，过年的时候。这都是过年吃。过年的时候我们这都会买很多那成捆的葱，那个葱非常贵，然后俺们都会自己种一点。到过年了，像这些都是不打药的啊。这葱还都不打药的。这葱什么的，这小虫子它随便吃，我们就不打药。就是平时因为打药的话，也是在这个菜，在它最初的阶段往地上打药，菜本身是不打药的。往地上打药是为了那个害虫别往这个泥上爬。不然过不去了。我妈身后的是目前我们也是夏天之前种的嘛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红薯。这是豌红薯。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收了。这段时间这个嫩红薯叶其实想掐的话也是可以吃的。是的，这红叶子吃了营养可高。目前基本上现在地里剩的菜不多，都是新种的。这个红萝卜也是新撒的。这红萝卜。去年种的红萝卜，然后没有长成。不知道今年能不能长成，朋友们可以看一下，这都是说通俗的就是粪便啊，就是农家肥啊，就是你看弄完之后这个地非常的肥沃，这个菜啊什么的都长得比较精神，这也算是给它施肥了，这个地非常的肥沃。这是胡萝卜，你看，要是今年不腌的话，它那个小嫩树都得长颗出。你看，这都是腌的，腌的这块腌，这块腌还冒一，那角还冒一颗。这腌死了，不知道还能活不着？不会活嘞。我说的，我也不想拔种子了，我到明年也将这弄点那红棍儿，在这死活的往上拖。别种，这都别想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上面这水，这是水草。这下水下去了，原来在这儿。就是什么时候下去了，什么时候做排水。这水草，这水草，这个小动物喜欢吃。咱也没有那个、就是、鹅呀，小鸭子呀，
咱没有了。我小的时候就上那河里捞这个水草，嗯，给这个他们吃。我小的时候在姥姥家，我们就捞着给姥姥一块儿。你看这水草，这是小这鹅、小鸭子特别喜欢吃这种水草。对，这个水草小鸭子喜欢吃，吃了还下蛋。嗯，这边这个水什么时候下去了，能够露出地面，到时候那边就是那个邻居嘛，他做排水，互相让一步吧，反正就这样吧。本来这个沟是没有水的，就是他们那个宅子是一个大坑，嗯，宅子都碰不过去，那个大坑里面，但是这个水现在没法排了，排不出去了。嗯，走吧，去我大伯地看看。你看，这是我邻居家的菜地啊，也都是草啊，杂草丛生，东西淹死了，嗯，长成草了。也就是不喂牛了，喂牛的话，你看牛吃的草，就是、对吧？这边种的瓜，这是瓜，这建一个。不敢吃了，不敢吃了，都没长成，咋吃？嗯，小瓜。也是把这些草呀，还有东西收回家之后，开始种新菜。咱邻居种的桃树也挺可惜的呀。也淹死完了。今年可以栽桃树。也淹死完了，你看。淹死完怎么栽一棵没呀？这是。看明年能不能活过来吧，都枯萎了这枝上。对呀，这地都挖不成，这边是拿门给人家挖挖，挖挖这里是给他。这是我大伯的那块地，嗯，之前种的芝麻都死了。目前来说，嗯，你看这靠近沟边的挖也没用，都有水，都渗水。目前就是往这里面挖的。那是里面种的那个玉米，今年都没一个都没收，80万了，80万了还没种实力。你看一下，基本上，哎，什么时候水退了，什么时候就可以往下面种东西了。可以看一下今年的这个丝瓜，基本上是没有吃到嘴里。那几颗老的，等长大之后可以做成那种刷锅的东西，就那种丝瓜瓤，可以用它刷锅，在那里面。这边我妈还有种的都是这个萝卜，撒的这种药都是撒在这个泥土里的啊，都没有往菜上撒，因为菜本身在种的时候，种子公司在种子上已经涂的有药了。这是我这一块的肥的劲可大，嗯，前开始我种的，是浇上沟种的，干了，最后我种上。没有过夜，要下大雨又拍出来，嗯，拍出来来来回回折腾好几次。拍出来我又特别是，哎，这两年出来我一搂，这两年又出来了，这两年。这种的都是这个萝卜，青萝卜，青萝卜。这是算这是特别青啊，比那还粗。哎，这个是哪？这不多是娃娃菜。啊、嗯，娃娃菜。哎，我看那个萝卜没出，我想着撒点娃娃菜。嗯，我记得那个去年俺家那个姑，嗯，俺姑不是搁这也种的娃娃菜。啊，这是专门杀臭的，到时候可以提走。可以提面，可以摘。对，假如你杀的稀的话，到时候要是存活率不高的话，啊、你没有选择了，你没有备用方案了，是吧？这边啥子萝卜？这还长了一个。你别摸摸摸，还这个泥上有鱼，泥上有鱼。这还有一个豆角的种子，你看，这活不了了，因为季节到季节。这很顽强。这像这种白色的都是。都拌的那个农药，那是玉米神农、嗯。玉米神农拌的啥呀？拌的买那种治虫的药。就是除虫药是吧？哎，对对对。那个虫光吃这个药。哎，它光上地里，它跑得快，光上地里，它撒到一地上，它都不吃了。嗯，先给朋友们说一下啊，就是并不是说每一种菜在种它之初，什么药都不上。像目前给朋友们说的，刚才就是不管是萝卜还是白菜。基本上在种之初，种子上抹的都有药。在种的过程中呢，为了防止这个虫子，现在在土地上撒的也有这种除虫药，但是不会直接在菜上撒，人家菜上都没有，都是在这个土地上撒的，防止这个虫子去咬这个菜。你不打理它不行，这菜你种上你不打理，你不管它，管给你吃完。等后续它长起来之后，它都吃不动了。对，什么都不用弄，它吃的话。他也吃不完，对吧？他吃得完的话，他也容易噎住，是吧？他都好成个小轮眼。嗯，这都是白菜自己。在嫩芽起步阶段，嗯、这个药就是 是没法避免的。嗯、到时候这不是愁吗？到时候我叫这个萝卜给他好的一。今年种的萝卜规模比较大，嗯、两大块地。不少，对不对？过一段时间我们还要那个种那个蒜，嗯、大蒜、嗯、萝卜全部都安排上。那萝卜这是白菜。主要是咋回事啊？我给咱爸去买菜的时候，有一种感觉就是，菜不够卖，你知道啥意思吧？就是如果今年要是不演的话，那绝对是满满当当的大丰收。要不演了，我光咱的辣椒茄子，那都是可以再供应两个月，供应到12月份都没问题。就是基本上我们打药的话，就是像这种小苗嫩芽的状态，
打药的话是在这个旁边的地上打药，不是直接在这个嫩苗上。如果说稍微再长高一点点，就什么药都不上了，因为长高一点点的话也不怕虫吃了，主要就是担心虫子在它萌芽阶段把它给吃完了，它长不起来的话，那基本上农民的血汗全部都毁掉了。这都是斜叶子菜，嗯，还有盐水那个香菜还没处理，这不是这斜叶子菜，你看见了没？嗯，等于说这地里面都都种上了嘞，种子菜种子，嗯，然后俺的那个花生熟了之后，种紫木。打算给可以看一下这些，这些都发芽了。啊，这是哪？这是大旗的那个斜叶子菜，那个黄斜的菜呀，这边这些都出来了。基本上，俺爸不是抱怨这个没菜卖吗？这回倒是卖不及，看情况吧。到时候如果菜多了，我还得帮忙，因为今年如果后半年要是没有什么水灾啥东西了，这菜那绝对是大大的才能过剩。它才能一锅剩，就得先把它卖掉。懂的。我妈种的萝卜品种比较多，除了白的，除了青的，还有红的。这个是那种心灵梅。心灵是红的。这个叫红心萝卜，也称水果萝卜。目前已知的已经种了四种萝卜了。这个是大红炮。大红炮不是菜叶吗？不是那个红的，里面是白的。对。红皮儿白心的。哦，红皮儿白心儿。紫皮白心的那个萝卜啊，红皮是大红黄嘛，它没那是。基本上只要那边的啊都是买的，就是希望那边狗的水白再上来，再上来咱大白这块地又是全军覆没。这个不是夏天，这不是这个不是季，不是那个哪。秋天的话就稍微好点，也不用担心他们直接上来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一步之遥。之前夏天就你看那里面种的还是我们的芝麻杆呢，都没收，都现在还淹在水里。希望这个，秋天的时候雨水不多的话，就没有这方面担忧了。大白的地这边，我妈还种了有那个大豆。这边是我们种的这个豆子。咱路上那笨的。哎，就是这个。这是种的豆子。给朋友们说一下，平时这些豆子被虫咬的话，我们就不管它。这个没事。就让它咬，就像我刚才说的。它在嫩苗起步阶段，怕虫子把它吃光，长不起来这个汁儿，我们会在地里撒点药，等它稍微长起来一点点，包括说像这种，大枝子的话就没办法，它想吃就吃，它高兴的话它就吃点，它总有吃饱的那一天。咱几天种的是种的，但是它结的不是很好，因为下雨下的。不是的，第一是下雨下的，第二都是这几天，温度太高了，它没结呢。没结，不是你试试吧。这个不是没结，这个是弯的笨的。弯的到出来到多少呀？到十月份。谁到几月份？你这个是这个是糙一点。这是啥呀？豆子的，跟咱路上拿的。豆子没结吗？那大概我看看。还没有结的，还时间短，到后期就是有吗？没事。有，还没结的，还没长大的，反正今年不知道。黄豆是吧？这大豆就是今年就是试着去种了一片，看看能出多少油。这都是黄豆吗？天热的。战马说的，先试着种一次一小段，看能出多少油。如果出油量可以的话，明年是吧，可以扩大一倍，因为地也油是吧？再加上今年这个水清的时候也没有淹着它是吧？不影响。淹的也不好。淹的我还备好大油了，够咱喝豆浆都不错。这是大豆。这是笨的。这豆子上结的是那个热腾挺多的，你看。豆子就这虫，你看过分了哈，它每一颗都给你咬得密密麻麻的，都透气。这豆子是主要是今年是一个是雨水多，最后就是旱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但凡它长起来之后，它虫咬就咬，我们基本上不管它，因为我们豆子不用管，因为我们吃的就是个放心嘛，基本上。这不用管。这边还有点玉米，这玉米今年都淹的也不好了。这再过一段时间，这两天不是天有点，有点稍微低凉的那凉。我前两天在摘，那有那不是淹死的，我给它弄回家了。到时候把它掰掉之后，可以用那个脱粒的那个机器给它脱下来，到时候可以炸爆米花。那咱们精选一点，但是也是被淹了，你看不饱满哈，没长，长得也不好。有的都没汁儿。是的，还好这嘞，大块一样。大块也是，大块儿在这站着还好些的，有的人家挖的地那整块都没人，站着也是好些。去年没有，相当于免钱吧，没免钱。今年才开始的，我跟你说，那公公害羞，抹不开脸面，你知道吧？那天要买菜，那时候都要买菜。
我跟你说，我给他搭了个基础，半买半送，给他积累了一些固定客户，好歹能卖出去，不用管了，是吧？他想卖就卖吧，反正跟老年人搁一块儿，热了天了，你看这茄子该。你看看，你看水淹之后，这两天是高温了又。你看这茄子，活着活过来了，但就是长不大，你看没有？这青茄子呀，还结实。哎，这两颗是青茄子，因为那个紫茄子，你不知道咱年时个的，压到下霜还能吃的。年时个晒多少茄子干呗？那辣椒，辣椒给这茄子都练球。你看这都搁这纸上撕了自己。啊，都说的得见见里料里料的。这还结着呀，还结着呢。结着呢，这不都是结着太大。就这两天高温。这不都结着的吗？这两天太高温了。看茄子多多呀，你看茄子不丑，就是反正也结不大了哈。结不大。这种的那辣椒哟，这还不，其实它管吃到冬天的。冬天还结着的。这都是茄子。如果不是这是水灾的话，我们的茄子辣椒都是长得好。辣椒基本上就剩两颗了，就你后面，你看。这一颗基本上没有再结过辣椒，然后你看后面这几颗，相当于是就这两颗，相当于是独独的两颗独苗。你看，这挺喜人的，秋天了，你看秋天红艳艳的，红嘞。目前就剩这几，就剩那几颗了，反正。你看，现吃的红辣椒，有时候多红啊！你看这咋红嘞？嗯，对，多红啊，就红艳艳的，独树一帜，就剩他们了，反正没办法。你把这花生刨了，这可以撒菠菜，我还买了个菜。嗯。菜。哎。菜咱俩种好了呗。不种好了呀。菜菜是啥呀？茄子嘞，光茄子嘞吃。哦，茄子这还长。哎，他说的这到时候顶不了，得增援一口。他管茄好大。到这块地可以种大蒜。这在种大蒜，这种菠菜、香菜，还有菜菜。嗯。那种大蒜的话，这不是也快了吗？这不得有的。哎，这边这茄子咱要保留了。嗯。这不是这玉米，我不是弄了嘞吗？嗯。这玉米这个娃子可以种啊，这玉米是一般玉米，这是那个玉米菜，这是玉米菜，你看它都，你看摇的葱，嗯，那那头儿我给它种点凉沙豆，嗯，那凉沙豆还毒的菜，那不是的，这边儿不是有那羊嘞啥东西不能跑过来了，嗯，它都不吃菜嘞，这我种的这一圈都种成凉沙豆，你基本上你这算下来也十来样子菜呢，我都单面还有我们做的还有生菜、孔雀菜，啥子孔雀菜呀？油麦菜有呗？有还有那里和面筋儿。和面筋儿我都。茼蒿。茼蒿种上了嘞。对，俺爸买的有茼蒿。我买的有，我买的木醋拍出来，恁爸又买的。嗯。这整理整理。还有那和面筋儿，还有那个荠荠菜。嗯，荠荠菜。哎，荠荠菜我种啊，咱不挖嘞。荠菜本来是野菜，芥菜都是。他给我上买的，他给我一包。今年咱种的大白地多，我打算准备种啥种？先种草的，出山头的。嗯。这个草的种上，米老该出来的时候再种那个笨的，出山头的。咱打算种种呗，还买呗？买了。那我买的是那个笨的，出山头的。咱自己那种是。笨的不抽山头的，哎，就是给朋友们说一下这个大蒜哈嘛，嗯、好像就是我印象里好像大蒜就不杀任何药，啥都不杀，基本上大蒜也是用的是自己的种，用的是自己的种，然后你也不需要杀药，直接往地里安，安了之后它自己长出来。那个咱不是都有那粪池子吧？嗯，粪池子那粪发酵了以后，是啥农家肥？到天冷了，咱弄的背着宽，咱搂个沟，咱要咱用那肥。就是，基本上种菜的话，都不用化肥。对，大部分都是农家肥，要么就是那个锅底肥。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对，要么就是像有些是自己家种植的吧，比如说盐水是自己的种，还有那个什么，那个啥呀，那个菠菜，菠菜是自己的种，这种都不用大油。像那种直接买人家的种子的话，那人家是帮你的，人家弄好的。对，种子上涂的都有药，基本上就是。啊，对，我都说的这地，我专门给它腾出来。嗯。我那也不行，人家。基本上自己家的种子去种的话是没有任何药的，全程都没有药。如果是买的人家的种子，人家为了保证成活率，如果说你种的不好。你给他找后账，他说不清。人家抹点药是为了防止地下虫。虫子最初给你咬掉，咬掉之后你找后账，人家说不清是吧？是的。嗯，基本上目前来说就是这种情况。现在地里也没有什么菜了，到时候到时候再划拉划拉，能再划拉出菜的话，我爸还去卖去。划拉的多了我帮忙，划拉的少了他自己卖。是的。嗯。这茄子连啥东西嘞？过两天咱好玩点，嗯，好玩点这个地里，
咱备点浪费，我到时候种洋葱。种上洋葱。洋葱嗯。行行行。洋葱。你看这个青茄子那么好吃，就是长不大，你看始终就这么。这个青茄子是刚开始长得大，一到秋天都不种了。嗯。秋天都到季节了。嗯。